不可思议了，这么难的两首作品。咪咪，刚才我听到你唱那首歌非常非常的高，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刚才那个音有多高？有 high C 吗？比 high C 还高，是 high D。 是 high D， 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么高的音？你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我说我试他一下吧。哇，你真的是很勇敢 ，Congratulations！ 接下来，我想你是不是还要给大家再演唱一首？ Yeah， 我要跟我的老师合唱一部。哦，你的老师是张艳蓉老师，那我有请张艳老师上场。帮我忙的，因为这个最后一个歌我的歌词不记得，所以老师来帮我忙。我想是等会儿再讲。 OK， 来，请欣赏。